你吗？你上来看一下，超多鸡毛的，真的好险，我有上来耶！我的天儿啊！这房屋可不行哎！你给我坏了！再没有跟你开酒，我叫你睡个大街！周星哲说你有想家，你有头箍是不是？我其实很害怕跟人相处，不行，又觉得说不管怎样我也想勇敢。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点击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的影片啊！